乎是如何如何，不再去问值不值得，我的遗憾，你的施舍，空的房间还剩下什么？总在假设如果如果，总幻想着都会好的，我清空了所有的箱子，回忆却更加的深刻。我们从陌生到分手到底有多久，你们从陌生到牵手究竟有多久，怎么你离开的借口没有提过他了，只是在说没有以后。我们从陌生到分手用了有多久，好像可以把我距离有很久很久，只能祝福你们之后能走到尽头。在假设如果如果，总幻想着都会好的，我清空了所有的相册，回忆却更加的深刻。我们从陌生到分手到底有多久，你们从陌生到牵手究竟有多久，怎么你离开的借口没有提过他了，只是在说没有以后。我们从陌生到分手用了有多久，好像可以把握距离有很久很久，只能祝福你们之后能走到尽头。我们从陌生到分手到底有多久，你们从陌生到牵手究竟有多久，怎么你离开的借口没有提过他了，只是在说没有以后。我们从陌生到分手用了有多久，好像可以把握距离有很久很久，只能祝福你们之后能走到尽头，只能祝福你们之后能走到尽头。